熊出没真的细节到了极致。这天，肥波躲在火车上偷偷吃鱼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细节来了。喜欢建议收藏，我们注意听。想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终于甩掉那个追我的乘务员了。想当年我肥波在城市里多风光啊，如今却流落在这拥挤的火车上。从这个片段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没错，这个时候肥波并没有和光头强见面。通过这个片段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肥波遇到光头强之前就已经有了名字了。那你们知道肥波和光头强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接下来细节来了。过几天是我和光头强相识一周年纪念日，当年我们因为一根火腿肠结缘，在我最饥饿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他给了我一根火腿肠。这火腿肠是假冒的吧？真难吃，让我觉得这世界是那么的美好。哇，众所周知，肥波原本是生活在城市里流浪的猫，因为一根火腿肠和强哥相识，在肥波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强哥帮助了他，也使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